Hello， 大家好，我是帅 K。 那现在呢，我们就开着问界 M5 巨驾版去参加今年的华为 HTC 开发者大会。那其实我已经连续三年参加这个 HTC 了，那每一年呢都能体验到一些新的产品、新的东西，然后遇到一些新的事儿，遇到一些新的人。所以今年呢我也很期待，然后大家就跟着我的视角来看看啊，在这次 HTC 上我们又能体验到哪些新东西、新玩意儿。 Let's go。OK， 那现在我就来到了这个华为的松山湖基地啊，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华为 HTC 开发者大会，我们一起来上手一下鸿蒙 OS 这些新的体验，然后呢也一起来看一看今年华为的 HTC 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Let's go。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鸿蒙4的展区门口啊，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很多，里面人也非常多，很热闹啊。然后这个人气非常高的鸿蒙4的展区对面，哎，你会发现它这不就停着一辆问界 M5 智驾版吗？啊，能够感受到华为对自己这个 ADAS 能力的信心，是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个鸿蒙展区啊，再来带大家体验一下这次鸿蒙4的一些改变。Let's go。这个展厅啊，基本把鸿蒙 4.0 的主要改变都展示出来了。我们前两天的体验分享也说了大部分，不过还是有一些体验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这个弦月窗啊，类似的功能在手机上叫实况窗，工作人员呢也用适配好的应用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它可以在熄屏、锁屏和解锁状态下显示不同的状态，并且左上角会实时显示关键信息，点开以后内容呢也很丰富。而弦月窗给我的感觉呢，是华为想在不破坏手表表盘美感的基础上做的通知功能，来推送的时候并不会破坏原型表盘的美感，还能让用户看到推送的通知。大家觉得这个设计看起来如何呢？我是觉得很漂亮。除了之外呢，现场还有各种新的百变主题、三个视角的全景天气以及更好用的副一屏等等。不过整个展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得是小艺的升级啊，它现在不仅能直接控制系统设定，还能识别复杂指令。比如你让它早上七点叫醒你，建立一个八点的日程，再关闭蓝牙，它会一步一步帮你做好，没有任何问题。你甚至可以用它直接设置自动化程序，比如啊，告诉它每天早晨的某个时间段播放收藏歌曲，查一下天气和日程，它就会直接帮你设置好，免去了门槛更高的逻辑设定。而且不仅如此，我感觉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总结文档。现场的工作人员把一份复杂的文档扔给小艺，他会帮你从中总结出这个文档是讲什么的。如果呢，你对其中的关键词有疑问，你还能根据文档内容进一步解释。啊，试想一下这个场景啊，一份几十页的家电说明书，你懒得看，直接扔给小艺，你有哪些问题，他来帮你总结，这个体验太棒了。而且呢，他还能帮用户写一些信件，有一种 ChatGPT 的感觉。我当时还让工作人员啊写一封英文信啊，大家感受一下小艺的能力。不仅如此呢，你还能给小艺发送图片，他会识别图片信息，让你选择处理图片的方法，能把复杂的内容直接整理成表格文档，而且速度也很快。我认为小艺这次啊可以说是鸿蒙 4.0 最大的提升，尤其是整理文档和更强的语义能力，又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刚从鸿蒙 OS 4的体验厅里出来哈，然后大家看这儿，很多人在这排队玩扭蛋。感觉挺有意思啊，看看我也摇一下，也扭一下，看看我的运气如何，能扭出个什么东西来。我投一个币，然后转动一圈。投这儿。对。啊，转动一圈。对。哦。好，掉下来了是吧？好，谢谢啊。走，我们去看看是什么。这是一个冰箱贴。Relax together。OK， 那逛了一下午啊，还是挺开心的。我真的每年都非常喜欢逛 HTC 啊，因为每次都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鸿蒙 OS 4的展厅啊，那我也体验到了一些在工作室啊没有玩过的这么一些功能，包括工作人员也比较详细的跟我们讲述了这个小艺语音识别在这个实际应用中啊能解决哪些场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是吧？因为智能手机它的硬件创新确实逐渐疲软，但是软件还在不断提升，而且确实能够解决很多实际的这么一些场景，这个很棒。还有一点呢，就是能够感受到华为对它车相关业务的重视。那我也很期待我的问界 M5 智驾版能够早日开启这个城区辅助驾驶，是吧？非常期待今年年底 Q4 啊，华为的无图辅助驾驶解决方案。那最后呢，还是要说，就是
我很开心这家厂商能够每年选择一个时间点，然后集中的去展示一下他们过去一年包括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和一些成果。这已经是我连续第三年参加 HGC 了，也希望明年呢还能够如约相聚松山湖，然后我们一起再看看过去一年华为到底又发生了哪些变化。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我是 JK， 我们下期视频见，祝个好运，拜拜。